蔬菜，篮子里放着好多新鲜的蔬菜。蔬，萝，萝卜，萝卜吃起来又甜又脆。萝。茄，茄子，紫色的茄子真好看。茄。菜，白菜，地上的白菜摆放得整整齐齐。菜。瓜。丝瓜，桌上有两条新鲜的丝瓜。瓜，豆，土豆，地板上堆放着一些土豆。豆，菇，蘑菇，我和妈妈采了好多蘑菇。菇，笋，竹笋，大熊猫最爱吃竹笋了。笋。